提早把大家平安。我们谢谢神。那我们今天是2017年12月10号，然后在这个虽然下了好几天雨，但是现在天气非常好，感谢神，非常感谢神。我们一起起立好吗？我们现在预备我们的心，大家荣耀赞美归给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王是值得我们的颂赞的。拣选我们在他的圣殿当中，父神在你的圣殿当中，我们要高唱你的名，我们要举手来敬拜赞美，也求你的话语扎根在我们的心板上，让我们能够持续的跟随同行。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，他的右手按圣殿施行救恩，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，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，所凭的信实，地的四极都来看见我们神的救恩。诗篇98篇1到3节。Thank you.
下我们所有的经班，让你的话语持续的扎根在我们的心里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也无加新美容。我们看见他的时候，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长期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尊厌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。那是他为了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了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了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。以赛亚书53:1-5。
要恩待谁，你就求恩待谁。但你也说你愿万人都得救，求你今天在现场的当中，你的怜悯让我们需要怜悯的所有需要怜悯的人，持续的让我们以高举我们的所有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赞美你。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，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，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启示录五章十二到十三节。
耶稣基督主圣灵三位一体真神，你们是配得荣耀的，你们是配得荣耀的。父啊，愿你喜悦我们今日所献上的敬拜祭。阿门。各位请坐。